就摇动了。刚才剥都不好剥，冻了不知道还好不好吃。买，冻的都发黑了，妈呀！能不能吃啊？冻的都黢不拉黑了，妈呀！冻了还是有那个甜度，但沙沙的感觉。喜欢吃凉的，可以在冰箱里冻一下。跟吃雪糕一样，看都起霜了。